你要出来吗？我可以进去吗？你可以进，你想进吗？我想进。行，你想说什么？Hello， 我拉七个。这个怎么说来着？来吧。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也就一个人。Quiere Hola, chico. Hola, chico. ¿Quieres ser mi cariño?由于我没有带拖鞋过来，然后这个地是刚装修的，所以说比较脏，我就用这些塑料纸作为拖鞋，然后我弟就在那里嘲笑我。真的，这明明是一个极其聪明之大智慧的人才会想出的办法，对吧？现在是早上9:30，然后刚起床。然后我已经买到了早餐和厕纸，因为那个新家嘛，没有厕纸是不行的。那个我刚收到消息，就是昨天玩的一个小伙伴今天刚测了新冠，然后得了阳性，所以临时我决定去那个药店买测试新冠的东西。然后买回来3个，起来了，快来来客厅。你会测了吧？我忘了怎么测了。你测一个。大早上出去买这个。我还买了2次，我还首先去超市买，然后回来他们说狗屁，然后我就取出去。我们大老远跑到意大利隔离。Okay, poi per contorno io prendo spinaci. Leo, Leo, Leo. Guarda Leo.歪了，操！都会歪的。
好了，晚安。回家继续做第一个 blog 的剪辑。这是意大利的七龙珠。比海鲜还旺，西班牙的海鲜真的好吃啊，震惊到我，太绝了，这个是自己很好吃的。现在我们点了麦当劳的外卖，然后那我们不知道阿瓜，所以我下去买阿瓜。这个奶茶。于是我们来到了唐人街。
el mayor éxito de tendrás seriamente. 就是你越执着做一个东西，嗯，是。再来一次。